譬如今天在我昆頓的網絡另外一邊，我找到 Regine C 在這裡。 Hello Regine。 Hi， Hello， 大家好。 Hello， 很久沒跟你聊天了。是啊，很久了，因為我自己也很久 沒出過，有一年假期。一年一首歌這樣，對上兩年就。是是。但那兩首歌我都沒有找到你聊天，我再 day back 之前就已經是2018年 Hot Chart 開 show 的時候見你了。嘩，有這麼久，幾年，4年喎，有這麼久。是啦，中間在電台，中間在電台有跟你 say 過 hi 的。是是是。見過一面那麼大把的，但是真的聊天，真的做訪問就真的隔了很久了。哇，是啦。好快啊！呢兩三年過，係咯，突然間好似眨一眨就過咗咁耐。唔係咁啊！而家有你自己真係叫做獨立音樂人身份嘅，係咪 count 咗第三首歌應該？如果真係冇公司咁樣，其實都應該第四首喎、啊。今次第四首啊！第四首。係啊，咁就。其實是反而一開始做的時候都 keep 住仲都有做的、就是自由流浪啦，之後然後就是 One Day 完就浪漫石啦，係做呢首啦，浪漫石。咁後屘但是就上年就是啱啱我自己開個鋪頭之後，我自己就唔係好 handle 到兩邊，因為咁鋪頭有啲嘢煩緊啦，咁自己又。因為我不是一個好幾，我唔係一個幾做到 multitask 嘅人嚟嘅，即係我如果我做緊嗰樣嘢咧，我好難去再花一個心機去做第二樣嘢，所以嗰時我就停一停咗咯，係啊。喂，咁但係你而家都係要照顧鋪頭噶？係，應該算係開始習慣翻上咗少少軌道咯，咁就變咗個人可以將翻多啲心機去即係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嘅，即係譬如做歌啊咁樣，上下啲堂啊咁樣咯。咁而家有時間啦，又或者係自己啲嘢開始按翻自己步伐嘅時候，可以抽翻啲時間出嚟做翻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包括你嘅音樂。是啊，现在就听到新歌啦，这首叫做 Wish You Were OK。 Wish You Were OK、今次都、你自己的创作的时候、其实想法是什么呢、我那时是凌晨时分啦、突然间就想起过身那只狗仔，其实那批可能情绪都不是很好的、即可能有、即早段时间 分手啊，又自己人生有經歷過很多次都分手啦，咁又好多次即可能要講再見嘅時候啦，咁加上有一次家姐同我傾偈嘅時候，我家姐哇喺度突然間喊，咁好少喺我面前喊，咁就係講佢原來身邊啲朋友一個個都移民啦走咗，咁我覺得好突然啊，好。好唔知點面對當刻嘅心情同情況情緒咁樣，咁然後我又加上嗰刻我又即刻都好 emo 嗰個人，咁我就喺度啊攞支吉他嚟，我想安撫下自己個心靈先，即係等自己去啊彈下吉他抒發下。咁喺度彈嘅時候，我就突然間 loop 住一句就 wish you were OK 呢一句嘢。咁就係覺得哇！我其實我聽我家姐講又好，或者我自己經歷嘅又好，其實我無論點樣嘅再見形式都好啦，諗翻轉頭其實都好想同嗰個人講，唔知道你過成點咧？即係我都希望你嘅日子會過得好好啊！希望你去到嗰邊，去唔知去到邊度，都希望你祝你安好，會快樂。咁然後我就係 loop 住呢一句咒語咁樣，就然後就 loop 咗呢句，之後開始就慢慢寫大家聽到嘅 first one first two 咁樣落去咁樣，原來係一首要嚟安撫自己當下情緒嘅，我都唔可以，即係嗰下其實你都冇諗住係要寫歌嘅，其實嗰下係真係愛嚟俾自己做一個好簡單嘅情緒抒發，可以俾自己喺一個動盪嘅情緒當下俾自己可以。calm 翻少少啦，可以平靜翻少少，但就唔覺意 loop 咗呢一個 melody 出嚟，就開始變成而家呢首歌。係啊，咁當你去揾 Oscar 去幫你填詞嘅時候，你就係講翻呢啲故仔俾佢聽。有啊，我仲俾咗一個真係當時即刻一度
錄低佢喺度喊住唱嗰個 demo 俾佢，所以佢有同我講話，其實原來即係當時田氏一聽到呢一個情緒嘅 demo， 雖然唔知道唱乜嘅，因為啲 melody 好唔清楚啦，但佢會好清晰地知道呢首歌要表達嗰個 message 喺邊度咯。咁我就覺得哇都幾好嘅有趣，因為我覺得 Oscar 佢平時同佢唔係話成日傾偈嘅。但佢真係好心思好細密，或者好留意得好好，就係佢可以填到啲好好似我睇過偷睇過曬我所有日記嘅人，或者係一個 close 嘅朋友咁樣。其實我獨立咗之後，我都 keep 住都係揾 Oscar 填詞噶嘛。然後我係覺得我一直都係好渴求一種填詞人同自己嘅關係。我好似而家好似終於俾我遇到一個恩人咯，即系遇到一个好好嘅填词人，咁佢就系真系好似一个好深 connection 嘅人，原来可以帮我唔使哇填完又要改嚟改去嘅一个合作伙伴，即系唔系变咗一个就咁合作伙伴咁简单咯，系一个心灵上有 connection 嘅一个填词人，咁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即系揾到佢，尤其是佢填词有阵时。佢係好有畫面啊！對我自己嚟講，唱嘅時候都好有共鳴咯。咁都一個好緊要嘅嘢。我試過都收過一啲詞，自己睇唔明，然後我都唔知講咩，然後但係又要唱咁樣，就變咗嗰個事嗰件事都好冇歸屬感咯。係啊，所以我就覺得我喺個好難真係揾一個傾得好密偈嘅朋友嘅時候，其實都我諗緊啊，點樣可以揾到一個填詞人，好似好了解自己，好似同自己 best friend 傾偈咁樣咧，咁其實好似一個真係等中六合彩咁樣咯，當時嘅心態啊。好好，你中咗個頭獎翻嚟嘅，今次係。係真係頭獎啊 ！Oscar 真係好好。喂，除咗 Oscar 係你嘅密切夥伴之外啦，其實喺編曲監製方面，呢位朋友仔，你而家即最近都同佢係合作密切嘅喎，有路華。是啊，就是啊，是長洲人路華，因為我都是其實我本身都認識他的、我本身是跟他同一個唱歌老師，咁啊變咗有啲聚會會認識啊，傾下偈。咁嗰時佢知道佢係住長洲，講過成年幾兩年話入長洲探去揾佢啦，但係都冇嗰件事啊。咁咧真係直到搬咗入去，咁啊開始傾多咗偈啦。咁然後佢因為佢都係一個同我比較似嘅人嚟嘅，都係比較好宅啊，有好似覆 message 嘅人嚟嘅，一模一樣。我 feel 到個感受，即係可能我同佢message， 可能都係等一兩日先覆啊。即係我心哇，原來我平時都係咁樣，係即係咁啊，變咗傾即係一日傾偈啊，做嘢其實都。或者可能嗰個感覺又似，我都會覺得合作嘅時候最緊要肯溝通之餘又舒服啦。咁然後再聽佢平時講嘅嘢啊，個節奏都係我而家可能一直都好追求嘅生活，就係、是、我都特登去長洲開鋪，都係想去一啲 peaceful 啲嘅地方，靜啲，遠離煩囂嘅環境，因為我想個節奏慢啲嗰日，簡單啲。咁啊，然後佢就係一個咁樣嘅男仔啊。咁就變咗一路去做呢首歌嘅時候，都好順利咯，好成件事都。喂，但你兩個都咁 chill 嘅時候咧，會唔會鬥拖嘅？拖到件事唔知拖咗去邊㗎？其實都點都會拖啲，但係最拖點都係我自己㗎啦。我係有一個嚴重拖延症嘅人嚟，係所以係我係。佢即佢交翻啲嘢俾你聽嘅時候，你聽完就擺咗喺度算數咁樣。我會聽，起碼可能聽幾日咯。我係好得意。我啲歌啊 demo 或者我啲收到啲 demo 咧，我係一聽到唔會即刻話會復主咯，我係會 loop。一得閒就會播幾日之後，然後先至會復自己嘅感覺咁樣。然後盧華又好得意，佢又可能突然間。轉個頭或者隔咗半個月，佢又會 send 一個新嘅 version， 即係又加多少少嘢過嚟。即係嗰件事，我諗今次呢首歌佢 send 咗起碼五六次。呢首歌你咁樣來來回回做首歌，咪做三四個月？
有啊，其實呢首歌又冇咁耐，不過都有十一月，十一月、十二月其實已經做好咗嘅。嗯，系啊，咁但系一直都我自己嘅拖延症啦，咁啊，因为我喺度谂紧个 MV 点拍啦，因为我系真系好执着啊，好想真系谂清楚自己好想个 MV 系咁样样，我先出咗只歌，因为我自己做歌系因为可能唔系成个 package 咁谂咯，暂时，咁啊都系逐首逐首个感觉嚟嘅时候我就做，咁所以我次次都要等嗰个灵感到或者嗰个 MV 嗰个谂法到嘅时候，我先就。做就變咗拖得好敏啦，咁其實我都好想揾一啲專業嘅導演啊，所有幫，咁但係好多嘢都係因為做咗獨立歌手之後都冇呢個 budget， 咁咪變咗都要反而個心機時間要靠自己花多少少咯，嗯，所以就要逼自己，咪都即係超還超，唔該都要俾翻啲動力嘅，唔可以拖太耐嘅，係啊，係啊。喂，所以今次喺 MV 方面，你话你自己有个谂法先要去做到佢好啦。我哋见到一个系用沙画形式去表达嘅 MV， 跟住头先我听咗你讲话啊，原来呢首歌嘅 melody 诞生系因为当下你同家姐倾偈，听到有好多人要移民，令到家姐好唔开心，又或者同时间其实你自己面对住可能啱分手啦，或者系宠物离世嘅一啲伤痛啦。喂，呢啲嘢全部摆晒喺个 MV 入边噶。系啊。因為我揾佢畫呢一個 MV 嘅時候，我都有俾一啲好清晰嘅畫面佢，咁然後佢就幫我放入去咯。因為其實佢都好好，畫沙畫嗰叫阿雪啦。咁阿雪其實佢都點解會開始沙畫，都係希望想用呢樣嘢去幫到人啊，俾人哋舒緩到情緒啊，然後又可以記錄低一啲。心情當下你一啲嘅感想，咁所以其實佢都好強調都啊，你越講得多越好喎，越可以幫你記錄低你呢一刻諗啲咩，幫你畫低佢咁樣，咁佢然後最後就幫我點樣串連就做咗呢件事咯。嗯，其實一路聽首歌一路睇住個 MV 當中會跟住嗰啲畫面嘅情緒去變啦。當然可能這些問題很多人現在都面對，特別可能是面對朋友要移民啦， 要走啦，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啦。當中那些離愁別緒是很濃厚在首歌裡面的，但同時去到最尾 Wish you were okay， 是我們一個祝福在這裡，希望大家都可以過得 OK， 可以過得好好嘅，亦都係有翻少少嘅舒緩喺度，我覺得呢個好好喎，真係。多謝啊！我都好希望首歌大家聽嘅時候都會有呢一個感受喎，即係因為離別啊，所有講再見其實真係好痛苦，係點都冇可能完全話叫你冇事就冇事嘅，但係即係身邊嘅人都會好希望，即係大家最後都可以。overcome 件事咁，咁都有些少希望可以舒緩到咁樣嗰個痛楚咯，嗱，你頭先就話啦，其實今次呢首歌上年年尾就已經做好噶啦，咁但係都拖咗一段時間，因為要搞埋個 MV 先可以一次過推出啦。喂，咁其實上一首歌上年年尾做好，即係其實都過咗兩個零月啦，咁又開咗工下首歌未㗎？已經其實寫好咗有一首R&B 嘅歌，其實因為都好想都出 album， 因為其實都一段時間係淨係出單曲啦，包括可能我仲喺公司嘅時候，我都係單曲為主嘅。咁希望即係我想年中都可以出到一個 album 咁樣咯，同埋。因為之前呢段時間做嗰啲歌都係比較編曲上所有嘢都係用療愈感覺多少少，關於情緒上可以安撫到人嘅。咁但係你話今次我真係好想試下做翻啲輕鬆少少啦 R&B 嘅嘢，咁係一啲可能我自己比較中意少少嘅曲風咯，係啊。咁下次再有歌再搵你傾偈啦。好啊。係啊，或者睇下會唔會入長洲搵你到時。好啊，等你等你曬下陽光入嚟，好舒服㗎。我嗰度出面一坐喺度好 chill 咁樣。好啊。等你整啲嘢食俾我，我哋一路食一路傾。好啊。
好，咁我哋下次见啦，拜拜，拜拜。